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，我们来折一款五角星，7.5厘米的正方形纸翻成两份，左右对折，展开，两个角往上折，翻到背面，两个角往里折，使这个角对齐中间的直竖线，然后这个横线大概处于水平的位置，然后沿这个斜边把它折一下。这一侧也一样，沿这个斜边把它折一下，并到一起，两侧展开，这样其中一个部件就完成了，一共折5个，最后组合到一起，把其中一个角插进另一个角的里面，然后把它并到一起，剩下的部分都一样。然后把它松开一点，调整一下，这样一款五角星就完成了。关注折纸王子学更多，我们下期再见。